的阿爸花瓣变的擦谁会在乎他在哭泣呀丢了佛像对千年被见佛胸前我告诉能再见他一面我怕佛因为我在工作嘛就在家的话也看到也需要用电脑然后我今天上学就买了笔记本天天呀当时买的时候还3000多的，这个电脑5-6年了，现在特别卡哈。我工作的话用着特别不舒服。那今天就把我们电脑给拿过来了哈。现在以后我工作的话用这个，还是用台式的比较方便。这一桩大事给解决了哈，就是我电脑找到了，以后再也不用我的笔记本了。别求我太难受了，而且这个就是你用笔记本的话，那个屏幕比较小，然后手。按那个键盘的话特别不舒服、啊、哎呀现在就是搅装了我一件大事现在就是特别方便然后工作了啥工作啦啥的看看电视啊